星的网瘾能有多大？有一位明星竟然在春晚的演出之前还在打 DOTA 啊！2017年大年三十，当所有当红的明星们都在紧张的准备春晚的节目，以防上台出差错的时候，一位网友竟然发现，春晚都要开始了，林俊杰竟然还在跟职业选手开黑打 DOTA。玩过 DOTA 的都知道啊，这游戏一旦陷入焦灼的情况，打两个小时都是很常见。而 JJ 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让网友们乐废，纷纷表示。快推快推，上春晚要来不及了，对面的兄弟们暂停一下，我方的队友要上春晚了。但这事儿也不算是个个例，我的某位网红朋友呢，就曾经拼死把这个手机带进了考场，他不是为了作弊，而是为了做游戏里的日常任务，结果当场被抓，全校通报。艾特出你网瘾最大的朋友，让他讲讲自己还在什么重要的场合必须开把游戏，让我们也长长眼。 Oh my god。